舅舅，不对劲。哎，你快！苏小姐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星期大总在审战天，下药迷晕了我，然后就玷污了我。哎，老铁，老铁。哎，沈春天先生，请问您为什么要为当红明星曲小姐做这样的事情？本官觉得还能正式上市吗？是不是想要你啊？别拍了，不要拍了。哎，先生，别回答我们的问题。谁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中毒了，救救我！你快离开这儿！别动！放开我！一定会娶你。尊上，北境情况吃紧，北境战王姚天策想请您出手相救。这么一点小事。尊上，您是华夏唯一的荣耀战神，对您来说轻而易举的小事，对他们比登天还难。一群废物，等我有空再说。陈天，陈六天，你滚出来！你是谁？吃饭看。五年前你练武学人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没想到藏到了这里，真是窝囊。退婚吧，你这样的废物配不上晴儿。好，我知道你可能不甘心，但苏家也不是小气的人。这里是100万，就当是给你的补偿，这毕竟是苏伯父和你父亲订的婚约。我同意退婚，但把这些垃圾拿走，别脏了我的地。这钱你今天必须收下，否则谁知道你今后会不会继续纠缠晴儿。你放心好，我对苏晴儿没有丝毫感情，更不可能去纠缠。赶紧拿着你的东西滚。你好大的口气，还真拿自己当太子爷呢。你只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废物。秋蝉太过早了。见过龙上，我是北境战王姚天策的手下追星，我家主子派我给您送来贺礼。北境战王姚天策，狼王夜蜜珠一颗，千年人参十株，雪域圣墨20升，黄金50000两。他可真是有心啊，可这些东西我用不上，回去告诉姚天策，该出手时我自会出手。秋蝉，送客，以后别什么垃圾都往里放。哎，别，我自己。我让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？尊上，查到了，北川苏家苏运昌养女苏软。原来是他。苏小姐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，苏悠悠。5岁，我的，看来这5年，她比我想象中过得还要苦。尊上，还有一件事，3天后苏小姐就要。说，就要和北川王家死去的小少爷配阴婚了。配阴婚，好大的胆！尊上息怒。走，去苏家。这王家还真是靠谱。
就这三瓜两枣，打发叫花子。爸，这下聘也只是走个过场，谁不知道苏软嫁过去是配阴婚啊？浪费那些钱干什么？再说了，还有三天就成亲了，也来不及了。对，只要这婚一结啊，咱马上就可以拿到王家的推荐信了。到时候，瑞丰大厦的拍卖权，我们可就胜券在握了。北川的商界，我们也算是坐稳了呀。说你能不能闭嘴呀、啊，你个丧门星！死对不是你，哭什么哭？爸，求你了，别打我走，我不能嫁人，悠悠才五岁。苏软，你别忘了，这五年都是谁出钱养你那个杂种？又是谁出钱照顾你那个病秧子母亲？养条狗也要知道报恩吧。可以报恩，但是能不能别让我嫁给一个死人啊？他求你了。哎呀，由不得你。你还真以为你是大人？你看看他这个样子，活脱脱的一个受气包，窝囊废。他这副可怜样和他那个妈还真是一模一样。我妈因为谁才变成现在这样？苏云超，你心里清楚。还有，我的女儿叫悠悠，她不是什么野种。苏软，你长本事了，还敢顶嘴吗？嗯，压在车门上刀，打扮的乱丑。我说了我不嫁，你们想嫁谁嫁？给你脸了，马上给我送去王家，立刻！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！一个没退婚的废物女婿，你吵什么吵？五年了，你还是这么一些态度。你该不会刚被放出来，活不下去了，要饭要到我们苏家来了啊？沈赞天。当年你对不起我们晴儿，让我们苏家在北川丢尽了你，你还敢？当年的事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女儿恐怕比我更清楚吧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年要不是你陷害我，我们沈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来这里血口！到底是谁血口喷人？日后自见分晓。爸，不必跟这种废物置气，他不配。你要是真活不下去了，你就跪下来磕头认错，我们苏家呀还是能赏你口饭吃的。我今天来这是带苏软走的，没工夫跟你们瞎扯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呀，沈占天，真拿自己当个人了。我警告你，我们苏家可是有北定战王罩着的，我劝你识相吧，免得吃不了兜着走。一群井底之蛙，放肆！还今天谁敢带走他？张天，你自己快走吧，别再被我连累了，你惹不起他们的。你放心。有我在，今后没人能再欺负你。北晋战王姚天策拜见尊上。你来干什么？尊上，北晋情况危机，请您救救我们。没看见我在忙吗？这么一件小事，你们北川都处理不好吗？你这个人啊，吹起牛毫无边界呀。什么玩意儿？北晋战王？我估计呀、啊。就是那个废物找来的野人。想当年，我和老太人跋涉三千里到达北京王府，为了九天九日都没有见过他本人，这是你能冒充的吗？来人！住手！
一群有眼不错的东西。请赞我说对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爷爷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战王呢？混账东西，还不快过来给赞王请罪！战王恕罪，秦仁谷这是你。都是老朽教之无方，还请战王不要怪罪。你见过哪只老虎会为一只蛆虫生气的？罢了罢了。小天子，你先回去吧。尊上。